哇，你那你吃什么？你的叔叔有新买的叔叔，对不对？有17本呢。17本那么多、哦。那边是10本，然后这边是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7呢？这边是7本呐、啊，哪有17本？是7本而已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7本啊！你看，哇，爸爸昨天新买的《屁屁侦探》绘本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看，总共有几本？7本。好、哦，好，爸爸打开来看。哦，要我扯。要让你扯。那你过去介绍一下。之前有买什么？哪里有10本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啊、哦，之前买10本对不对？那、这个是你排的哦。对。这么漂亮。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什么？今天是来开新的，对不对？嗯。有新的屁屁侦探哦。好，你去坐。好，开。是从这边。好好，之前有10本哈、哦，啊，现在。这个是什么？绘本，屁屁侦探绘本。7本、10本。对啊。7本和10本都不一样。你知道爸爸这样买多少吗？嗯，不知道。爸爸给你看。好，爸爸总共买1339。1339。对啊，这样很贵，对不对？嗯。1000多块啊。太贵了，太贵了哦、嗯。那你以后要不要乖乖听话？要、嗯。你看，爸爸以后才会买给你呀、啊。好，来打开。哇！啊，你看，你看，新书书啊，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破掉哦？哈、哦。开箱，开箱，用力开。啊，开箱。用力，对对对，用力开。开箱，开箱。这绘本里面到底是什么、啊？爸爸看一下。好了，那、这个纸拿开。对对对，拿开。啊，好，对，好，这个给爸爸。我想先看这本。好，我们先一次看一本就好了哦。好，我看这本。好，这本是什么？这本是噗噗雪山的白色怪物，是不是？屁屁侦探。对呀、啊，里面到底是写什么啊？太大了，太多东西了吧？太多东西了哦，好，我看一下内容是什么。内容啊，内容它里面也是一堆图案呢，对不对？嗯。好像也不错玩哦，是不是？嗯。另外一本也还有另外一个呢。哦，好，我们再翻另外一本看看。哦，原来这个都是绘本里面就是这样哦。嗯。这个是不是图案比较大、啊？嗯。是不是？是。比刚刚比我们之前那10本还要大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小时候在妈妈肚子里面有拿过这一本呢、欸。真的假的？你还没生出来，你又拿过了？我有拿过这一本，没拿过这一本，跟这一本，跟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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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欸。都没拿过哟。对，我只有拿这边这一本而已。哦、你还没出生你就摸过了、哦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？嗯、这个也是找屁屁，这是找屁屁哦，嗯，很好玩哦、嗯。好，那你今天只能找一本玩啊、哦，等一下爸爸跟你一起看哦。哦好 ，OK， 好，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。好，那要说拜拜吧。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我们来看屁屁侦探哦。